韩国男团 ASTRO 成员车银优呢日举行佢喺香港嘅首个个人粉丝见面会，开场仲着上韩国传统服装演唱剧集《新入史官邱海玲》嘅插曲。听得特别投入之余，对呢一身韩服的打扮就更加是非常满意。不过为了方便行动，车银优都是换翻套西装啦。我爱你。哦，드라마가내정강이됐는데약간시원한마음보단좀아쉽6개월이라는시간동안해서그런지좀아쉽고섭섭한마음도좀컸던것같고좀제가도원대군1임이라는역할이었는데굉장히이림이라는친구한테정이많이들었던것같아요그래서떠난분에게조금아쉽기도하고끝나고도이제조금생각도나기도하고하면서네그렇게지내고있었습니다之后车银优又换上校服玩问答游戏，呢次为佢度身订造咗好多刁钻问题啊！第一题就系问佢喺剧集入面车银优嘅角色李钦向心爱嘅人表白嗰幕讲咗啲咩台词？哇！仲记唔记得个场面咧？首先系当时场面仲记唔记得咧？你记唔记得？但系已经，哦，识唔识啊？答，三三。三三三三三。最后车银优就梗系答啱咗啦，不愧系天才啊吓！